麦莉向前跑，开枪清除蚊虫的繁殖地。这里有很多好玩又有趣的防疫游戏，小朋友们长知识了。是一边玩一边学就很好玩。不要让其他地方积水，就不会有蚊子解决。我觉得很有趣啊。这是由慈济马六甲分会、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台湾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巡回展览。慈济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大家的健康，我们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出，然后每个人做到防疫，然后保持身体的健康，对我们马六甲市整个公共卫生教育应该可以做出一定的贡献。2019年 COVID-19 的发生再一次证明了全球暖化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个不重视不尊重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透过多媒体互动的展出，让民众亲身体验，深入了解登革热、流感以及新冠肺炎三大疫病主题。So I think this event is very good because we want to create awareness lah, let people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你先玩，然后你玩了之后，你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学习，因为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未来这种新兴的未知的传染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的我们不认识的传染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它。带新闻黄秀锦、涂泽威、钟承志，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